来乡亲啊，近段的消息，有关这个南北合作谈判的进度，民众党讲已经收到国民党的新方案，执行的方式是，让南北两党的立委提名人投票来选出到总统的参选人，阿苏威来做副手。郭文泰批评讲，这国民党提名69个参选人，民众党敢那11个，其实唔免投票，都已经知影结果了。郭文泰指控讲，这国民党提出的新方案，根本就是咧甲因吃豆腐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